你差点毁了这岛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刚刚的晶体是什么？那是神族法身，或许是你经历生死攸关，才激发了它出来保护你。神族法身保护我，以及。 我终于知道成家地底所关何物了。好，应灵，古老的原生神识，是神族为天敌，传说被玄机神族收服，没想到竟被关到思量岛，和神族法身相撞，会产生共振，于此间便是空间震荡，心智地脉崩裂。 众可知，小岛承认。这么严重？怎么？想验证一下？你上次在岩洞到底是怎么全身而退的？一次，很快就出来了，没触发什么。你已知后果，外面的事自己收个场吧。出岛方法都靠不住。 回岛方法倒是多了一个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还好吧？ 误会。 都怪阿玄太莽撞，冲撞了上仙。咱们到此为止好不好？影响结盟，得不偿失啊！是我不知深浅，妄自寻衅上仙，老爷要怪，就怪我吧。此人竟有如此实力，恐怕要从长计议了。 刚刚我也冲动了，多有冒犯，还请程长老和二少爷见谅。哼，不会再有下次了，走，恭送诸位。 藏典阁里关于神族的文献非常少，我都看过，只提到神族跟我们处于不同世界，负责协理更宏观的能量运转。我身上怎么会有神族的法身？我知你既然开了头，便会查下去。关于法身，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告诉你。您说。但以后，你一定要躲程家地下那东西远点。 总要给整岛等天熟的人留个栖身之地吧。好。法身及其。